失去主人一定很慌吧？你觉得让一个小孩和一只小狗在家真的没问题吗？以前冰冰妈妈呢煮饭都是这样子煮的哦。过来帮忙啊。是的吗？阿姨，是的。以后请你不要再来。你这样做不只让冰冰失去妈妈，也失去了爸爸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阿姨不喜欢我们了。